我看看今天谁失恋了。疑似王冰冰朋友圈官宣与徐佳瑜恋情，此前两人多次同框就好甜啊。是这样，现在很开心啊，能接受你采访，就想问问你明天还来吗？你比完所有的比赛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？看看我们的采访吧。谁磕的 CP 成真了？